大如之德，施惠者，远扬净土，仰高空，弘纵远教，度群伦，究竟涅槃，愿力成，恭维极乐堂上。净空长老，经言教理转法轮一千秋，悲智爽印广弘净宗，以还于十方之数尊为净土一宗一代宗师，净空老和尚即今功果满。告别娑婆迦梵连霸，敬重四众弟子，特以中华民国111年
公元2022年国历九月三日，岁次壬寅八月八日，以幻刹庄严的大仙寺，即行进贡延吉土鄙法会之仪，敬要即今恭送老和尚法驾，即佛一句又这么深道呢？一句弥陀光明佛，化尽尘劳幻化身，四大无我五蕴空，自在无碍正无生。烧叩首，不起身，抬头，三叩首，恭送老和尚圣驾。阿娟，请起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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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。陀佛，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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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
ni